陳偉業議員，簡短啲。嗱，火警嗰個問題咧，上個禮拜咩規程？火警嘅問題上個禮拜我已經提咗，同埋我即時報咗警，打咗兩次三條狗。誒，依個唔係規程問題。唔係主席，如果你再喂頭先黃毓民俾你俾黃毓民講，唔俾我講。陶敬生又講得，你唔俾我講。唔係規程問題，我就冇辦法㗎啦。喂，咁你俾佢兩個講，你唔俾我講，主席。唔係重複緊，我啲主席，我想好簡短，好簡短，我指出一點嘅啫。上個禮拜我投訴完之後咧，秘書處即刻刪咗個防煙門。我唔投訴咧，個防煙門係開咗，係非法地開咗嘅。我影咗相有證據嘅。我記得。嗱，主席，我係想講翻個規程，就係頭先阿馮檢基提嗰個中止待續嘅問題。啊，已經處理咗。唔係，未處理嘅，主席。秘書處嘅講法咧係正確，但係中止待續睇翻39咧，嗱，中止待續同呢個休會嗰個嘅動議咧係同樣有法律效力同埋同樣邏輯。喺6月6號，我曾經提過呢一個嘅休會，用39條。喺6月13號，何秀蘭議員亦都用39條提咗同樣嘅休會，但係佢係用唔同嘅呢個嘅理由，用唔同嘅呢個嘅即係題目。因為39條講明呢，委員就一項建議發言時，所以范國威議員基於呢個第東北撥款終止待續咧，而家我聽咗你都係針對依一樣嘢。唔係主席，我都已經作咗一個基本嘅處理。一陣間我會再最後總結俾大家。馮檢基一陣間終止待續，我一陣間都會提呢個嘅休會咧。總之一陣間用唔同嘅題目，一項建議唔同嘅時候咧，每一位議員都可以提終止待續或者係休會嘅。明白。希望法律顧問同埋秘書咧係了解39條嗰個嘅特色。你放心，下一位。